给孩子吹头发总是吹到脸上，于是爸爸进化了新模式。你们这是在干嘛？我说怎么这么安静？看爸爸回来怎么教育你们！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？这是三胞胎吗？我老谁是老大？我老谁是老二？谁是老二？谁是老三？老三，那握个手来。
哎呦，哇塞，呀妈呀！宝莉儿那么大，她走不出那个墙，井里蛤蟆就能看见斑。好不好Thank you.